程中会积极主动的照顾对方，但自己却又有些敏感不安，担心自己太过主动，事业发展尽显成果可能会为你带来一些意外之财，但花钱的地方很多，金钱有压力。月亮回到自己的家，与火星及海王形成了水象大三角，情绪极为敏感，并容易发生冲突，自己会觉得理所应当，当然要发脾气，也容易悲观。太阳无相位，可以自由地追求自我才华与创造力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